好，我们下午的会议我们继续开始哈。早上已经进行到103案，那接下来我们要处理104案哈。那我们有关这个104案是有关医师人力培育与训练，办理专科医师训练医院的认定哈。这个项目是3010.2万。那洪慈恩委员建议冻结1/5，这个部分有谁可？要做说明或是有讨论，跟委员讨论好了吗？进行104案的讨论，是谁的业务？这也是医师师的业务，对不对？104。谢谢那个委员同意动500。动500是。好，动500万。洪委员 ，OK， 好，好。那接下来是105案，有关奖补助费用的部分，是李彦秀委员建议委办费减列500万，奖补助费减列1亿。哪来的1亿啊？这总经费哦，奖补助是8亿1000多，好，对不起。那所以他减列好1亿1100万，那这个有跟李彦秀委员？有跟委员同意。委办费部分减列250，对，然后那个奖补助，对，奖补助部分是动1000，动1000万，对，8亿1000，好，OK 吗？没错啊，没错，好，助理要喊一声哦 ，OK 哈，好，那这个就是李彦秀委员105案的部分，委办费减列250万哈。奖补助会动1000万哈，好，那接下来也是李彦秀委员的，好几案两，对，大陆地区旅费116000全数减列，这个有沟通了吗？还是可不可以少？因为这个一共这个是为了那个紧急医疗2案的那个协助啦，是是是，这个是紧急医疗的部分，对，紧急医疗的协助的部分，可不可以？要删一半是？减列一半？上次是，还是可五点这样？可不可以？有困扰？可以删？还是保留好了，因为这是紧，因为太这紧急医疗的部分，是不是跟委员再沟通一下？哎，那个可能要再跟委员讲，早上委员讲。好。好，来，因为委员不那个李委员不在了哈，等一下你们再协调一下。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紧急医疗的部分需要，尽量争取的话，那等委员来再说好不好？好，好，那107，这是奖补助。委员同意3200。3200对吗？哦，对，好。好，那再接下来是108案，也是改主决议，好。哎，是那个108案吗？啊、中医药哈，好，好，可以啊，可以啊，哎呀、啊，我是确认你在提哪一个案呢、啊？哎，好，108。主席、各位委员啊、我非常想就教于中药司司长。好，中药司司长。因为哈、他11月10号的时候呢，回复给我们一个公文。那这个公文呢，就是说对中药商新生修正药事法及中药药事人员规划说明，我们真的觉得就是说非常讶异啦，非常讶异是说，他认为司长你认为对于中药师设立的意见分歧争议很大，所以呢。你们还是认为要在西药药学系毕业的药师当中去提升中药专业的学分和实习管理的规范去研议，意思说不要设中药师，然后就让西药师去多修一点中药的学分和实习管理的规范，这是两个架构。如果我们允许了现代医疗产业是一种架构，然后中医体系是另一种架构。如果你在中医里面，你都承认有中东方的中医这个专业了，那在基于医药产业这个医药分业的这样的一个立场，然后让这个产业也能发展，好，
中药的产业能发展，然后中药的医学也能发展，那你应该要让它更专业化，医药分业，然后中药还要更专业化，那才能够确保用药者，虽然是食补就是药补，食跟药是不分，因为中药的药材食药是一家，但是呢，你要确保用药人的基本健康要是有国家规范的。而现在中药产业的服务人力是中药商，中药商是83年药事法修订以后就就地合法了，对不对？是。在中药商里面呢，我们允许他就地合法，是因为那是一个传统过渡到现代专业管理的一个分界点。然后呢，我们也认同以前83年以前的药商其实有学徒制的精神，所以认为他们也具备了药商药材还有药的基本专业，因为每个都的的确确经过3年4个月以上的学徒，还有他实务上的一些专业，实务上的炮制的药材的鉴别的药性的研究的，所以我们给他就地合法。但83年到现在23年过去了，我们卫福部从以前到现在23年来没对这一些专业人士的未来想过会怎么样，然后23年了要断层了，要断层了，然后中药商就说我们的新一代上来了，我们要让新一代也要再次执业，问题就来了，这个问题都在政府嘞，你有教吗？有考吗？有训吗？有用吗？教考训用通通都没有，国家置之不理。然后现在你说啊，我就地合法化，再一批新的年轻人来了，我让他就地合法，请问年轻人专业把关在哪里？不知道。要跟83年一样吗？不可能嘛！那年轻人问你说：“那你国家有开检定给我们吗？你有开课给我们吗？我要执业，你有给我们训练吗？你通通不管。”然后我们现在整个中药商管理要专业化，要变成一个药材技术室。然后你们就说好，我们药材技术室，那我们跟你讲说。这几年来，立委跟你讲说不能这样子便宜行事，整个国家药啊，你知道中药比西药更麻烦是什么吗？市长，你知道哦。是。如果这是一个外感的症状，它已经是病毒感染了，如果吃了补药会怎么样？如果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感染的症状，感冒，可是他吃了补药，人生。哎，那会怎么样？报告委员，我想有外感症状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要伤寒或温病，这个治疗上就要不同。有一个是可能要从，如果是伤寒，你要讲是医师的工作啦。对。那如果他自己说我要去药房，我要贴抓一些药来，这些药房的人给他的药是拿错了，药材是拿错的，吃下去会怎么样？可能会没命哎。然后你们就在那里放任，你都不说啊，没关系，我们让这些西药系的毕业的药师，然后来做一点中药学分的这个加强和实习训练。请问，会去抓中药的人，他到西药房买得到中药药材吗？要去抓药来煎煮的人，他到西药房买得到药材吗？他还是不可能。一个考到西药学系考到执照的药师。有全台湾有几家在兼卖中药药材？有几家？你告诉我。至少一两百家。不是科学中药哦，中药药材哦，不是科学中药啊！你一两百家名单拿来给我看，我去看一看。只有贩卖科学中药吧？有贩卖药材的吗？你告诉我有吗？有吗？他们会炮制药材吗？有吗？有几家你还没回答我？兼卖药材的中药药材，不是科学中药哦。数目上没有确定的确认，但是还是有。啊，你刚才说一两百家，有还是没有？
如果你不清楚，你怎么说还是有？哪里有？你有没有管理？你连管理都没有。全台湾有几家药房？你回答我。我们目前中药房是有大概八九千家。八九千家，我说西药房呢更多，对不对？是。西药房有几万家？几万家里面，你说有两百家兼卖中药药材，就可以 cover 掉台湾人民在健康上对中药药材的需求吗？没有办法 cover 嘛。然后我们说你要定一个药师法，好好的在中医体系跟西现代医疗体系就不同系统、不同的教养、教考训用、不同的培养方式，你不做，然后你说没关系，我们中药材技术是检定就好了。那技术是检定，你要给他的权利要放到哪里？可以允许既有成方的制作吗？可以调制既有成方吗？可以吗？自行调制既有成方可以吗？睾丸丹散还有什么可以调既有成方就好了？可以做吗？可以吗？目前他们的职业范围里面是有包括这样的，那是83年的。你现在要新增的中药材技术是愿意给他们这个权利吗？你怎么把关这个品质呢？那如果你不给他这个权利，你们当初立冬前几天立冬的时候，你不是要给他收回这个权利？结果全台湾的药商来抗议说，你趁我们全年紧着的这几天立冬要跳包油啊，你要去开会要拿回掉，拿回到这个新的中药材技术室里面拿到这个既有成方的这个炮制，因大家拢走去恁遐抗议啊。包委员，我想中药从业人员哦，这我们已经在积极处理，可能要每方面的处理。目前当下中医医疗院所可以调剂的，的确是包括药师，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他们本职学能马步要蹲得好。所以你的药师是要来马步要蹲好，我也这样跟你讲啊，说我们要推中药师法，然后你跟我讲说你不推啦，你们说要从西药学系毕业的药师去提升中药管理的能力，现在你认为中药只有科学中药一条管道是不是？报告委员没有说不推，现在只是说现在当下的你的中药材技术室是只要卖药材就好了，不准他们去炮制这一些，不准他们去炮制是不是？如果不准他们炮制，那这个专业不用很高，这个我同意技术室是很能 OK 的啦。但是你问问他们现在在做，你不准他们做炮制既有成方，他们接受吗？目前炮制是准许的，但是既有成方对调制睾丸丹散。目前这个部分83年，目前就是83年许可。等一下讲83年到现在来的新的一代要接棒，你要不要给他这个权利？那你怎么把关这个品质？目前这个我们在跟中药商，中药商你要跟全民沟通了，什么中药商而已，什么西药师药师而已，什么中药师，我们要的是国家把关之下安全的用药。又可以兼顾中药产业，然后产业能发展，文化能推展，这个医疗的另一种途径也保留着，但是用药是安全的。而你现在不做正本清源的方法，正本清源就是中医中药跟现代医疗就是不同体系，正本清源就是中医师中药师本来就要专业的教考训用制度下出来养成，不要再跟30年前、40年前、50年前一样，对不对？那跟40年前，那我们现在各行各业业必专业，这个就不专业啦。你到底现在走什么路啊？所以我是忘了说这个案子，忘了提预算冻结案啊。我只能在这个时候问，否则每一次一个议题委员会开会只能讲10分钟，这个10分钟都谈不完的事情，一个国家医疗体系的重要事情，10分钟可以问得完吗？用关系2300万，所有服用，不一定服用哦，还有这个蹲补的。
这些人的权益，还有更不要讲了，人家在讲什么用中国药材、重金属农药的残留，连日本都要开始自己种了，台湾要不要开始自己种药材？你们连想都没有想过，连辅导都没有辅导过，连企图都没有，对不对？还在那边说你们。我们这两年真的是非常努力，包括所有中药从业人员的努力，还有国家。你的中药司法努力，你答应我，已经两年前就答应我说你一定要把它推出来，推不出来，你现在拿一个公文说你放弃了，你。你之前在这里巡打，你答应我说你会拿出来，半年后会拿出来。现在你提一个公文给我说你放弃了，这不是代表你中药师的放弃，是代表国家对这个产业专业管理，对用药人，对吃药的这个吃食补的人的专业把关，你通通都要放弃了、欸。这是很严重的事、欸。环扣还有更重要的环扣，我们还在做，所以这一步一步要把这個。你是不是消灭中药产业啊？不会啊，消灭中医体系啊。林委员，我唔是安尼啦，卫生福利部一直都是在积极推动中药从业。啊，你在公文北照下奥利啊，考量各界对中药师射箭的意见很大啊，所以还是让西药师啊去加强专业的管理规范。叫现代西药师、药师去加强训练，西药的药师都无咧药卖中药材啦，干那咧卖科学中药药粉，迄我嘛买足多，我家己嘛通拆来吃。即马问题是都唔是安尼，中药唔是安尼管的，拢无咧想。西药师从事中药调剂，也需要加强他们能力，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哎，都无咧做啦，因人伊免得迄个，你即马只药商的代志，紧甲管得好势较重要啦。有凶的代志啦，有财不会的代志啦，用药安全的事情啦，你正本清源把你中药的事情好好管一管啦。好，谢谢林委员哈，我想中医药师要加油哈，虽然卫福部，中医药师在卫福部啦哈，到底有没有被重视哈？那对于最近的中药商，还有我们中医药师的法规的规范，好，一直都卡住了哈，有点卡住了哈。那我觉得这部分对用药人的安全，尤其我们病人端的安全，我们过去我在健保会的时候也提出来，到底你们中医药师好的药师到底是谁做？他说是中医师做，我怀疑啦哈，因为我在诊所里面我都常常看不到中医师在做调剂药品哈，都是一个不晓得是谁在做这样的一个调剂工作哈，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从病人安全的部分来看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知道你们有在处理，但是到底有没有魄力跟决心来做这件事啊？所以刚林委员对这件事还是很关心，也许我们也需要未来排一个专案来做一个整个中医药师还有相关的中医药商这些问题，我知道问题盘根错节的蛮多的啦，但是应该要厘清，那也希望部长要能重视中医药师这边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是应该是华人的一个智慧跟文化哈，不应该就在台湾哈，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呐哈，可是好像看起来显得有点刚林委员在抱怨的，就好像我们自己都放弃的感觉哈，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们中医药师是不是要加油一下？哎，好，那因为预算是没有提出来要做处理的哈，但是我想林委员的意见你还是带回去研议哈，我想我们还是会盯着这件事的哈。好，谢谢。那接下来是新口师了哈，等一下我们先回来，我们医政这边有几个保留案。整个再看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刚好是我们早上谈完，然后医政的部分有几个案保留，可以现在来处理吗？还是，来，79案那个蒋委员有问题吗？我讲医事的部分，哎，106那个医政的部分，医政的部分106是那个有关李彦秀那个委员吗？刚保留，还你要帮忙讲一下是好。106案，好，谢谢主席啊。因为像我们刚刚讨论医政业务啊，其实我有一个案子在159案，那时候也有跟卫福部沟通过、啊，其实这一案其实应该并到这边医政来，好、哦，那是不是就是、哦、对？那时候应该是在医政的项目下面了。好，那卫福部我们也沟通过，就是酌减100，然后动200这样子。是，对，因为预算是，所以就是说在。资讯行政资讯那边对好，来林，我们遵照办理哦，减多少？减100，减100，好，动200，动
等一下，减100，动200。对，是。好，好。159案。对，159案，然后把它移到医政业务下面。不能移的。因为他这个。你这是资讯服务哎，卫福的行政资讯服务，所以还是要在那边，还是有要从。哦，紧急医疗网哦，好好好，那我们就调整那个项目 ，OK。好，那我先回来，我们刚刚早上有几个哈，可以他们说 OK 哈，好。我们早上有几个案是保留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就可以把医政的部分做告一段落哈。那早上保留的是79案跟林淑文委员的那个要动五分之一的，有没有协调好？还是动200万？动200万哈。好，你说的是那个79，医师师的财报的哈。好，动200。好，那再来是99亿，就是王玉明委员跟李彦秀委员对于就是要对评鉴，哈，评鉴的有没有提供给委员了？评鉴的指标？现在捷运上，还没到是不是？那的话这项就没有，那你意思是就等哈，因为我没办法处理完保留的案子，他那个评鉴指标啦，还没来，所以他还在捷运上啊，嘿，马上到。是同一项吗？对，这是紧急医疗，可是不一样啊。可他这个是才11万呢。对，这旅运费呢？这旅运费耶，他才11万。旅运费，那他是减他的整个上面这一层。对对。那现在就是问他说，是不是李彦秀就不减？问蒋委员。蒋委员，等一下，您刚刚提到有关紧急医疗照护网里面，你是减了100跟动200嘛，哈，那跟李彦秀委员这个大陆旅运费的部分还要减吗？还是不一样嘛，哈，它是不一样啊，嘿，对，又不一样，对，又不一样，所以不。李委员有指示了吗？紧急医疗那一块那个要减列的部分。还是还没有，还没处理，我就没办法都保留，我就只好往下走，不处理，先保留。那医师师呢？等一下了哈，我本来想把医师师告一段落，可是看起来有点困难哈。啊？他资料没过来，所以90案和91案都还动着，啊？还保留，保留，保留，还在保留，因为他们还，我以为资料来了，所以想要整个一并处理。嘿，阿北，还没。第一轮还没完成，好，那我们就医师师就等一下了哈。我本来想要把医师师这一段整个整理好哈，可是看起来没办法，还有几案保留哈，所以我们等最后再来做确认了哈。好，对，你的捷运来的，还在路上哈。好，来，我们就进入到109是新口师的业务了哈。那新口师的业务里面，9亿155万8千，王玉明委员建议，这个统的对不对？这整的吗？整理的，保留一下好不好？这边是跟王玉明委员报告，是就是动500。哦，动500是？您已经谈好了是？是。这样我要讲一下哈，因为新口司大家对他是有期待的。那最近这个我们看到来自司法院的那个数据也好，或民间团体的调查也好，像这种未成年人呢，这个涉及到违反毒品的这个危害防治条例的案件，其实都是成长的。然后他们去接触的这个频率也变高了，就是最近民间的调查也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新口司的责任很大，因为成立就是希望你们在戒瘾这一块，你们在预防这一块，可以更专注的把这件事情做好，好不好？所以我提这个提案就是要督促你们，是谢谢委员，不要忽略这一块，因为一旦他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开始涉毒、吸毒，甚至是贩毒，我觉得未来对整个社会成本来讲，对他个人的人生来讲，都产生极大的危害。好，谢谢委员对毒品防治的关心哈。好，那其实新口司这边主要是负责毒瘾的戒治了。那其实青少年那边其实还要跟教育部一起来努力，才有办法做到。对啊，那你们要主动啊！我觉得教育部在这一块一定不会那么主动的，所以你们应该要当这个发动机，就是去要求他们，就是相关的防治工作要落实，好不好？好，那就动五百，动五百。好，
那 有关我的案子是有关这个整个成人口腔健康的长程计划啦，那也跟这个新口师做了一些沟通哈，我这边就建议动300万，是，好，就合并这样子，下面合并跟那个117两个合并才动300万，好，动500，动300，三百，合并动300，他刚刚不是，他那个哦哦哦，动一起动啊，嘿，好。啊，决议不一样，嘿，对，好，好，我们就先处理109跟110哈，就都一起动哈，500万哈。那接下来是111，好，杨耀委员针对心理健康这边改主决议是，是这边已经跟杨耀委员报告过了，好，谢谢杨耀委员对那心理业务的关心。好，接下来是李彦秀委员，不在要保留吗？他。这个有已经说要减10000，3000000，什么？3000000了。好，好，减一万啊，112案是减一万哈。那接下来是113案跟114万，113。好，113是改主决议。改主决议是。好，然后接下来林淑芬委员这边动4000万，来，林淑芬委员有沟通过了吗？114案没有，好，没有沟通，那保留。不，包委员，动少一点，啊？动2000啊？包委员，能不能再少一点呢、啊？动500万好不好，包委员？他不是说了吗？吴一多才动2000，天哪！好，114哈。吴一多才动在沟通，有关、我们能再跟委员沟通一下。你先保留一下，先保留是，然后再跟委员沟通是。啊？啊了？杨耀委员，刚刚来，好来，好两。隆重加五亿多呢？对，好好，我少动一点，哎。对了，不是不是，我说我的再少动一点啦，我下面还有按，好，来你的要动2000，可以吗？还是你要再1000啊？不，你要跟委员沟通，不是跟我沟通啦，嘿，对啊，要委员还是有意见啦，嘿呀、啊，你不然就要稍微保留一下，然后杨耀委员都已经在讲说中2000啦、啊，对呀、啊。他说什么？后来冻结，反正你们就赶快依照委员的意见来做说明，再解冻啊。好，嘿，好，冻2000呐，哈。好。哦，自杀防治啊。嘿，那叫尊重委员的决议。你看这个专门委员就帮你讲话，叫我的不要动，你看。啊。我后面是病三，好了，我后面117要动3000万，那我就不要动这样子，是好了，动2000，好，好，可以哈，好，来，就再解决。是是是是，好，来，好，可以了啦，没有了，国民党没 OK， 可以啊 ，OK 哈，来，接下来是100。哎，115、116都改主决议，是，好，改主决议。等一下，117我看一下，我动少委员报告，117不是跟前面并在一起？并在一起，我动了300，动500 ，OK， 可以，那我就是，就动跟前面动在一起，跟前面动在一起啊，都就是改主决，算主决议吗？好，好，谢谢委员，好，改主决议了哈，是，啊，动动动。117改主主决议，合并动。哎，对，114跟不是117。10跟117。等一下，我因为我不是谈自杀防治，嘿，我不是谈自杀防治，我谈的还是。114是2000呢。117，我谈的是口腔，口腔的部分应该是跟前面110，对不起，跟110并啊，好，对，跟110并冻结。我了解，没错没错。对对对对对对，杨耀没有。对，好，这样三减一万，三减一万，科目自行调整。对对科目。
好。那三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一一案那杨耀委员的那个啊不是一一二。一一二那个李彦秀委员那个三减一万，能不能请科目让科目自行调整一下？科目自行调整 ，OK， 好，他们科目自行调整。好，谢谢委员。好，连一万块都还要这样子。好，那新口师的是不是就全部处理完了？是。好，就是要重复吗？应该不用了哈，全部是的，是的。好，那我就不重复再练了哈，就是我的117就并110栋哈，对，还有109栋，总共500万嘛哈。好，好，那新口师的就业务到这边哈，来，谢谢委员。接下来是护理及健康照护，39亿4137万3000，哎，这我往下好了，我这个是整体的栋哈。好，再接下来先处理。119跟120哈，都改主决议是？好，18那是大项，最大项嘿。119都改成主决议，有跟跟地委。120哈，120来，那121、122也主决议，都改成主决议是？对，主决议。123也是吗？对，123也主决议。那124也是主决议吗？124我还没看，有没有还没啊？曼丽这个124还没是吗？124也是、有协商50万哦，减50万，好来确认一下，124陈曼丽委员是减50万，动吧，动还是动50，三五十万，好、那可不可以就是那个科目让我们自行调整？好是吗？可以吗？科目让他们自己调整哈。好，那这接下来是。125、126、127、128，好。125主决议。125是蒋委员主决议。哎，主决议。好。啊，没有，做错了。六五嘞。三一百。好哦，三一百。对。125三一百，然后科目也请我让我们自行调整。125。125，不对，125是主决议，125是主决议的。三一百。等一下，三一百是三一百，就是蒋委员三一百，对。到底125是三一百还是主决议？三一百。哎呀，主决议内容过来了，哎。啊。是主决议啦，你们自己送来的。不管是哪一样。是。哎，不对，125。125是你的还是他的？那弄错了。是310加一个主决议吗？是哦，这样有，可以吧？好，我们再确认一下吧。再确认一下，因为我看到主决议回来啊，不知道是三还是要主。310哈。不是你那一个，这个是你的。主决议要不要？加主决议。好，有啦，主决议看到主决议了，嘿，来，再来是刘建国委员的。126主决议，那哎、这也是我的，等一下。哎，自己都没时间换位。哦，改可以改，哦，冻结，冻100好不好？可以吗？冻50，冻五十啊？还可以。哦，真的？真的、哦？我怎么不知道？啊，冻50，好，这。既然已经跟我讲了50，动50，好，来再来，128是主决议，也是主决，改主决议，对，哎对，改主决议，129才是三，129主决议，哎、我，蒋委员，129是不是才是要310的？不是129是主决议，129主决议 ，OK 好，哎，反而没有来，129的主决议反而没有来。对，同一个哎，会不会弄错？对了，129主决议对了，啊，125是三一八，这个会不会是刚刚的？
他这个是产后的，是主角医。哦，啊，对不起，来来来，我们确认一下，原来刚刚蒋委员提上来的主角医是129的啦，对啦，不是125的，所以弄错了。OK， 125/300，129主角医、啊。对对对，125/300啦哈，没有加主角医啦哈，是129才是主角医啦哈，内涵这样子，因为内涵有点相似，所以。幕僚弄错了哈，好 ，OK， 那这样 OK 哈，那再来还是130案，主决议，主决议哈，131案，主决议，也是主决议哈，嗯，那再来是132，主决议，也是主决议，好，那133中医药的部分，那个杨耀委员这边也是主决议是吧？已经协调好了哈，要你点头我才敢，好好。好，哎，等，一共五啦，有协调。好，来，中医药的业务，陈颖委员，陈委员不在吗？那我保留，先保留。哎，你，啊，啊，对哈、哦，对不起，让我们的118哈，总个总动，动50。哦，我建议动100。啊，动50，动50啊、哦，那动那么少。100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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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业务哈。那接下来保留哈，一三四是保留的，来接下来一三五改组决议哈。然后一三六也是改组决议，也改组决议。一三七也是改组决议，也是改组决议。一三八冻结三分之一，冻三分之一。OK 哈，是。好，那再来一样，一三九改组决议，改组组决议哈。好，再来是一四零改组决议，改组决议。那再来一四一是已经下来到综合规划了。好，来那个杨耀委员，嗨。来，杨耀委员。综合规划门在保定嘞。保定，保定嘞。部长呢？综合规划还是要综合规划师上来，还部长去叫一下部长好不好？保定，哇，啊，保定新医生，我一半走无去。还是次长上来，次长，谁管综合规划的？好，何次，何次，何次，来，不好意思，去问一下部长跑去哪里了。没请假。好，次长，我一样问一个问题哈。嗯。这澎湖现在哈，现在盛行。部长来了，部长来了，你等他一下，哦，时间暂停一下。暂停。一四一。哎，部长，哎，你没有请假，所以你不能跑掉哈。你可以不要了。你可以不要哈。开始。来，杨耀伟要吃，因为有关于综合规划的部分。好。部长，部长，我问一个问题哈。嗨。就澎湖现在哈，很流行一种叫策略联盟的，什么？策略联盟哦，策略联盟，策略联盟哦，很快会把澎湖的医疗拖垮。啊？会再啊？林淑芬委员的讲是讲，用车来载病人走嘛。嗯嗯嗯。策略联盟是安尼，是一个医生来评哦，然后甲全部的病人带走，搁爱家己跳回去票。哦，真的、啊？带回来台湾治疗是吧？对呀、啊。去了也不在地治疗，对。然后就是我这样子讲哦，嗯，假如说策略联盟可以提升澎湖医疗哦，我们都不用努力了啦，咱都来去策略联盟十间病院啊，嗯，叫伊一边一间出一个常用的，嗯，一颗有法度无？台大、中基、永中、三中拢出一个嘛，啊，一个月来澎湖一趟嘛，嗯，然后就把所有的病人带回来台湾嘛，对对。策略联盟，你们没有办法处理吗？你们有没有办法？看伊是安怎策略，伊也是经过阮的计划，也是补助过，这个我们一定要制止的哈。那因为医疗偏向的医疗就是个医疗带进去，不是把病人带回来了哈。你来，我就说，你只要来这边，真的需要开刀，
没有遗弃，那某宰掉当处理后已可以，那喊安嘛，他把客人把病患带走，我们认了嘛，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三百个病患来看，就带走250个，你们继续放任。OK， 这块来了解好不好？策略联盟啊，委员来在私下给他讲一个啊，小私下给他讲一下，我来了解，我来处理。好，好，记住哦，听说有8间医院呐、啊，8间的，这8间哦，全部来澎湖哦，我澎湖的医疗就垮了啦，3年就垮了。哎，哎，这样，无啥合理，好不好？好，好，安尼 ，OK， 你请回。好，多谢。这个综合。规划综合规划业务哈，这个141案哈，是，你要简列100哈，简列一百，科目自行调整，可以了，好，可以吗？可以了，好，可以哈，好，综合规划不用跑掉，还有接下来的哈，杨耀委员还是你的142，主决议好，谢谢委员，那143、144、143，王一鸣委员。动100是哈、哦，谢谢委员，谢谢。我的也是动100哎，那是不是业务就合并？就合并嘛哈、哦，就动100。谢谢委员，谢谢。143、144动100哈、哦，合并动100、哦、是，好，谢谢委员。那再来是145，也还是杨耀委员来啊、哦，好，145、146都是主决议哈、哦。对。接下来147是李彦秀委员，有协调好了吗？有跟委员报告，委员说、啊、怎么样？怎么说？变成100，对。要谢谢委员，谢谢。简列100还是动100？简列。简列100，简列100哈。可以。哦，100本来说是。OK 哈 ，OK 好。那再来，也是李彦秀委员的，是148，30嘛？减30，谢谢。好，那再接下来149是杨耀委员的、啊，不好意思，那个科目可以自行调整吗？哈，哪一项？就是刚的李彦秀委员的，李彦秀委员的147、148是不是？简列的过简列 是, 是？对，那我们科目可以哈，科目自行调整。好，谢谢，感激。好，那接下来就是149、150有关综合规划，这个主决议，哦，我的也是改成主决议哈，好。好，149、150主决议哈。好，接下来是151刘建国委员的部分，有没有沟通了？动100是。好，好，接下来就是进入到国际卫生业务了，这个大项了哈。这个大项刘建国委员还有陈一鸣委员，这个部分刘建国委员是改主决议是。好。那陈一鸣委员呢？有没有沟通？这国际事务的，怎么样？你讲了，我请他助理做确认，嘿。还要再过来再。所以还没有讨论好，要保留。好，哦，是好，那就先保留。好，好，保留哈。那接下来154，这个是刚刚是不是谈到 WHA 的事吗？多边国际活动，还是另外？刚刚要讨论前面的案，也有一个。对，就是一部分一部分。所以这个是一起啊？好，是要减多少？动吗？动啊？减115，减一二三一变3115，跟早上的一起合并吗？对，都是 WHA 的会议嘛。你们跟委员讨论，你们要不要就确认一下？你听到的信息是什么？现在是115嘛？3115啊，等于是三一半左右了。可不可以再少三一些？少三一些，我们再跟委员，你要再跟委员谈喽。我们再跟。因为早上是中医药那边的 WHA 的会议也被删嘛，是是啊，这边就有讨论说要一并讨论有关这国际的会议，是是嘿的项目，是不是一并讨论？都是你跟你国际事务有关嘛？对，是的，是的，是不是？等一下，我先保留，然后等一下再回来看，好不好？是。好，那我们就进入到155跟156。
有、欸、也是一样双边国际会议合作跟交流。对，动一百是王一鸣委员这边动一百。对，杨耀委员这边改。哦，够动不用是吧？哦，动不用，抱歉。好，好，然后主改一五六是改成主决议哈。好，那我们就接下来一五七。一哦，一五七、一五八都改成主决议哈。好，哎、欸、来，一五二下，我一点下，好，阿拍谁？好，来一五二，一五二来，那个刘委员要谈哈，因为刚刚可能一很顺的太快了，对不起，哎，一五二，好。OK， 没关系，他要。不，我这个。我们要三节内容写得很清楚嘛，对不对？是。哎呀、啊，那你作何解释？哎，没有解释，那就照我原有的那个提出三节。那个其实跟委员报告，我们的委办费哦，虽然是委办，但是每一件事都是执行，都是确实有成效，而且也有必要性。我们委办的。包括了像我们代训，我们友邦国家或者是由我国家的医疗卫生人员，这个也是属于委办的项目。那我们委办一个计划是台湾的医院如果有二手仪器，我们把它维修好，把它捐到这个我们的友邦国家等等，这些都是委办。所以其实跟委员报告委办的部分，事实上我们是都有非常清楚的执行的成效跟执行的项目。我这边三节理由很简单的哈，就是说你们基本上，委办会已经在你们的业务会的比重非常高嘛，是是是，哎呀、啊，是，对呀、啊，啊这样编列的方式，我是觉得有问题吧，跟委员报告，其实因为这个有非常多的委办的项目，并不是政府的公务员可以执行的，像有一些海外的医疗，还有像这个二手仪器的捐赠之后。我们把这个仪器修好之后再捐赠出去，这个我们透过委办的形式让民间来协助。你几乎吼你自己自办业务已经没有了啦。那个几乎你可以跟我讲比例吧，好不好？你们自办业务跟委办业务的比例是怎样？我跟委员报告一比九。其实自办主要当然是人事费用，那人事费用我们是在监督这些委办计划。委办计划并不是把目标给他们之后就。没有事情，这个每一个委办，包括了说我们委办出去，我跟委员报告，委办计划到了这些，譬如说南太的友邦国家，我们委办了，他们人在做，我们都还要同仁还是要过去评估说这个委办的。你们是连监督评估审核的业务都委托民间办理？没有没有，我们监督审核的业务是我们自行办理，是。所以跟委员报告，因为国际合作的项目呢，有一些项目我们没有办法由自己来办，就是我们这个是政府该做。对啊，你不然你就简单给我答我你的那个比例嘛，你们自办跟委办的比例。其实这些委办项目基本上虽然叫委办，它都是我们的施政的项目。是啊，没有错啊，啊比例啊。百分之。大概是有一半自己办，一半是请民间办。但是民间办的意思是，并不是就是我没有说你不能委办的、啊，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嘛，我是说那个比例已经偏高，是偏得太高。其实因为跟委员报告，现在这种整个的，就所谓的公司伙伴关系，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卫生业务，事实上由自己的同仁完全承接来办。并不是最合理的方法。好，那你简单跟我讲、你们的国际业务相关的委办跟你们自办，你说各占50%嘛，对不对？好，那你可以跟我讲你们自办的业务是什么？自办，对，自办包括了国际组织的参与，像 APEC 这个每一次 APEC 的会议，这个我们得自己去参加。然后 APEC 有非常多的议题，这个包括了像经贸的议题、卫生的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得去，这个没有办法经由委办。那像世界卫生组织的参与，我们不可能去委托民间代替我们的国家去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所以国际组织的参与，只要是具有国家身份的会议，
这个都是我们的同仁自己去参加。主席，我建议先保留，你们把那个相关的自办跟委办的各个项目的明细表给我之后，我们再来处理，好不好？谢谢。152就先保留哈，因为刚刚是说主决议哈，那现在这个部分先保留。好，那请业务同仁再跟刘委员这边再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哈。那我们刚已经处理到157，好，157、158也是主决议哈。对。好，那159刚刚已经处理过了，是改到那个紧急医疗照护那边去哈。是。那杨耀委员160这个部分也改主决议是？是的，改主决议。好，161也是主决议，好。好，接下来就162跟163是有关医院，也是医院营运的部分。来，这个有讨论好了吗？跟林委员不在，有跟他沟通好了吗？如果有沟通好，就先讲；如果没有，就保留。有吗？没谈，还在沟通。好，那就保留哦，因为表示还没有谈好哦。两案都保留哈。最后一案164。164是陈一鸣委员的，有讨论过吗？这谁的案？一般建筑及设备、交通及运输，谁的案？没有人管这件事。164，那就先保留。好，来，我们这件事没人管，我们就把它保留啊。秘书处处理啊，有没有跟陈委员沟通好？秘书处。有没有沟通好？没沟通好，我就保留就下一轮了。有啊，港164。行政部门专心一点好不好？对，第二轮。委员已经有测案了。有测案了是不是？确定哦。等一下那个有我把他测案单，他有签名。好，陈一鸣委员办公室有在场吗？没人没看到人，我可以把陈一鸣委员好，我暂时写测案，但是我想待会还是把资料拿过来，好不好？好，164哈，谢谢。来，我们就回到第二轮的针对我们前面要让一下没有，不是整个完了再定主决议吗？你说这个好，所以这个部分要先说168他有做修改，所以也发了嘛，所以没有意见，我们通过。所以不是把刚刚不这个让就先让一下。好。这个因为都没有。我们已经都送上来，都有人签过，所以你问一下16都没有到192的那个主决议有没有？行政机关有没有意见？那如果都没意见，就是主案。要主案是不是？要主案了哈。我以为不是，因为杨耀委员说希望我第二轮先把前面的处理完，再来处理主决议，可以吗？可以的。对啊。哈，他也赶时间，讲叫我先处理头前，该来处理主决议了，好不好？来，不好意思，我们稍微来一下，来重新，我们就从早上讨论有些保留的案，我们就。第二轮好，那来做整个确认好，那还没沟通完了，请行政部门尽速沟通好哈，不然待会就决议了哈。好，我们保留的案子是15到19哈。是，来十五案的这个部分，林彦秀委员的这个部分已经沟通好了。我们是好十五，你有15万，12减100对嘛哈 ？OK， 对，好，对，好 ，OK。然后十五案的李彦秀委的这个部分，免移冻结 ，OK， 不是免移结，164不是撤案，不是撤案，免移冻结，免移冻结，不是免移冻结就撤案的意思，好，对不起，好，不好意思，好来，好，那十五案的这部分，李彦秀委的部分，我们是已经达成协议，就是3减750万，免予冻结。750万。对，然后。对，病案。那个后面都病案。然后杨耀委员是动减110，不是吗？减。病案一起处理，对。阿拉戴尔病。对，他的那个部分是，
删减，本来是删减50万的，不过后来因为他早上有意见，以后我们是删减750万。删减750。对，那您的这边就一起了，并案处理，那就并案，是一起删750万。对对对，删750。好，那免予冻结，免予，然后科目自行调整，那并案处理。好，15到19案。好，来15、16、17、18、19，就是哦，19是免冻，免冻结，对，免冻哦，对，哎，是17是主决议，对，然后哎，那19案是主决议，对，19案是免冻结，免冻结，好，19，对，好，15、16、18，一起动750万，一起删减750万，删减，对，删减750万，对，免冻结，那免冻结，科目自行调整，好，那19案是免冻，好，谢谢，19有主决议啊，哦，有主决议，好，对不起，19是有主决议哈，好，好，来，接下来是23。杨耀委员有要保留，已经跟杨委员的办公室讲说，减列30万，科目自行调整。减30万，科目自行调整，科目自行调整。好，谢谢。好，那再来是25，就是刚刚提到，哎，李委员会不会来了？减1/2，来，这个有关25案，就是有关参加这个也是中医药，是不是？然后有关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委员的意思是说，要3/2，减列1/2，你们同意一下？是，好，减列1/2，好，谢谢，好，那就确认了。那接下来是28到30，哎，有保留吗？267先保留。二六二七是那个对，杨耀委员的报。26改主决议是？好。对。26改主决议。27是杨耀委员嘿。27。27你的，哎呦，跟你谈好了吗？您讲啊。27。来27。3500万。科目自行调整。3500，对哈，好。27杨耀委员的这部分是减列500万，科目自行调整。好，好，再接下来是28到30，28、29、30，29已经处理了嘛哈？那30也处理了，动200，现在只有28是。那个动1/20还是动1/10？动1/20。动1/20。那洪委员同意了吗？同意了哈。动整个总数的1/20。1/20。哦，那就并案动喽。28、30，一个是动200，那是不是整个28、29？并案动1/20，好，然后有一个是减列100万，对，好，对，这样 OK 哈，那你们再针对委员各自的提案做这个解冻的条件的说明，好，好，好，谢谢。这是28、29、30，好，处理完了。好，再来是44啊，好啊，44。来44，有协调好了吗？主席跟主席报告哈，那44是那个已经跟李委员这边协调已经有共识哈，就是动50万，动50，对对对，那我们解冻的条件就是我们会报告健保业务的检讨报告。好，好 ，OK， 好，动50，好，来接下来是50案，第50案。第50案哈，也是李委员的哈，这个呢也是有共识哈，就是动1/4，然后我们提动1/4，先导的改善策略这样子。好，谢谢。这个已经有协调好，好，接下来是第几案？70，
71还是70？71啦，哈。对，整个医政的业务，我们还有几个保留案。哎，我们这个医政业务里面有牵涉到刚刚林淑文委员那个动200万 ，OK 了哈，79已经 OK 了嘛哈。那再接下来是90、91处理好了吗？我们还没有。我们条文已经送到了，那个送到了草案。改动了吗？改动。90、91，没有啦。90是王玉明委员的，啊、他说，啊，他没知道，没来吗？欸就是评鉴指标啊，评鉴条文，条文啦、啊，条文，对，我们送的是条文，还在看是不是，所以还没有完成。好，那要尽快，我们等一下一轮完了就结束了。好，委员在不在就不处理了，吼，赶快弄哈。好，那九十一案当时也因为李彦秀委员也要改动啦、啊，动多少？11，全部动，全部动啊，11万，全动11万。你没辦法做、啊、改动了11万，不是全11万嘛，就是那个91案就是11万而已、啊、对对对，11万，动11万嘛，对啊对啊，好，动对啊对啊，好，动11案，11万，好，对不起，好，对不起，有点乱，90还是继续保留哈。好，那接下来就没了，现在还有106紧急医疗的部分有没有协调好，那个可不可以少动一点，或是少减列？106，啊？106改为冻结，对。冻结哈，就是116000，116000。好，那这样子回到我最初的71案的话，哎呦，怎么？动100啊？90案动100，你们是吗？好。那个 OK 哈，好，好，那71案我这边是要动，我不，哎、欸，我这边动1000 ，OK， 那个总数的动跟你们已经后面动了你们动了8000多万了，嘿，你们全数动了8000多万，你知道吗？嘿，啊，我动1000万就含在里头了，所以你不用，嘿，你们管还乐，你们还乐，嘿。好，我这边就是写动1000，嗨，好，好，那这样子还有吗？还有保留的吗？还有134，对不起哦，回来还继续进行是134，你要134了，陈英委还没来，哎、欸，134是哎、欸，哦，陈英委员来了，来。中医药的业务这边要冻结2733万元，有没有沟通好？还在沟。部长要讲什么？你要请部长来，那不然你问部长要来，你请部长。哎呦，就是刚刚林淑芬委员提的东西，我们中医药师一直都没有作为，或是这个我跟对呀，赵伟跟陈委员。这个报告，你就回去又，因为这方面，我会跟和次长哈、哦、来，把那全盘来了解了哈、哦，那全盘看怎么规划中药中医的部分，好不好？好，今天下午林淑芬委员也针对中医药师的议题，有做了一个嘿指示，来，好，一直没有办法明确哈。其实我们是执政党啦，是，但是提出这个冻结是50%，这是很高额的冻结啦，那但是我想提出这样的数字其实是为大家好啦，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是出一张嘴啊，那不痛一下就真的不会痛定思痛哦。我想比较具体的是这样子，那希望就是说再提出这个产官学的这个中医药推动的整体计划啦，那这之前你们有答应说2个月内好要提出这个检讨，
那我想就是包含这个官的部分哈，就是说目前这个中医药师是属于二级单位啦。嗯、那我们从这个整个预算书的编列哦，只有0.066%哈，就是可以看到他被受到重视的这个程度哦。那所以我们应该要研拟这个中医药发展条例，然后建议纳入这个组改啊、我们成。就是说未来我们应该要往这个成立这个中医药管理署的这个目标 来前进了。这个是真的是我们衷心期盼的，不然中医药师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教考训用的部分哦。那在这个第一步，这个中医学的教育哦，在这个技职教育体系成立专科学校或者五专制，这个你们可以再研议啦，就是说研议成立国立中医药大学或者学院等等这些可行性哦。那我相信说在这个官学做好之后我们整个产业自然就会就会蓬勃发展起来哦。那我想在提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整个部里面还有整个我们的医学界里面医药学界里面中医药的部分就真的是弱势中的弱势。那所以我觉得大家站在中西医药的这个西医药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中医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相当不公平的事情，也让他们这些就是说西医药界的这些人来主导来决定这个中医药的这个命运，我觉得这个方向整个通通都是不对的。或许我们未来在冻结或者删减预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搞不好要应该换个方向不是直接处理中医药师，是从处理其他的西医药的这个部分，因为确实是有影响啊。那另外就是说，你们也要重新检讨这个中医医疗机构负责医师训练的计划，还有这个中医学系实习生训练计划的这个政策，到底这个训练费用，我听说是蔡次长对这个很有意见，是不是？一直都不想要把它补齐。蔡次长，好，刚是你的问题，害人无钱通用，有人在你点名的，不是因啦。那其实我们有去查过了，其实那个他们领的那个补助的钱跟西医跟牙医师其实没有很大的差距，这个没有歧视他们，真的没有很大的差距啊，但是就是确实就是不够用啊。那我们另外最后就时间好没有时间到了，就我们也要去检讨这个药事法有关这个中药从业人员相关规定，还有把这个台湾的这个原生中药材纳入台湾中药典啊。好，以上 好，这样还今天讲可不可以？我们两个月内提出一个短中长期的全盘的计划，那就当做主决议好吗？因为我算过了，两个月就是明年一月嘛，一月那我只有动一半啊，那所以你们其实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做一个这个检讨报告，然后之后我们下个会期就赶快你们做好报告，我们就赶快来排这个预算的解冻啊。解冻十分之一好吗？好，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没啦，十分之一太少了啦。不是啦，我觉得我有算过这个时程，其实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啦。你如果一月就做好，我们二三月排，其实也都来得及啦。包委员，我们都是为中药打拼哦，也为台湾的民众要，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影响我们业务真的很大，所以真的很恳请委员。不是啦，一半的这个费用，你们执行的那个部分时间点，真的我们你哪里有困难？等一下你列出那个时程表，你跟我讲啊。真的好，我们等一下你再沟通一下，我留在这里一下子。谢谢。所以这案还要再沟通，所以先保留。嗨，因为我算好。好嘞。好，所以请中医药师再沟通，最后第三轮再来处理哈。好，继续保留。好，来，接下来保留的案子是152，对吧？好，152是刘建国委员的国际事卫生业务，是不是沟通好了？还没？好。
那就继续保留。我第三轮已经要处理第三轮了。好，来这个153也保留。陈一鸣委员会，哎，刘建国委员，我刚刚讲152不晓得，还在协调。OK， 好，那153也保留哈。陈一鸣委员没有不在哈。好，那154调好了之后再跟你们调。好，这152、153、154一直保留。好，那接下来是162、163，哎，静怡委员来了哈。那这个有没有共识？来，有共识的就说明，然后看委员的看法。谢谢，按一下麦克风。那个已经跟委员沟通完毕啊、就是冻结数就是1400万的三分之一。1400万的三分之一是多少？1600万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然后另外就是对于这个原来是说是要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哪一个？162还是163？162。163。162。162要改成专案报告。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改成书面报告。是。动三一千四的三分之一，还是总数1800？1400万的三分之一。好，是书面资料。要改成书面资料，哎。对，没有问题，所以你讲。没有这样写啦，要动看466万，好，就动466万哈。好。好，那然后改成这个，你说是书面报告。是，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好，那164呢？书面资料，对，书面资料。163，哎，这是163呢？好，都一样，162也是专案报告的书面。好，那163呢？163就是动三分之一。全总数的三分之一，就是4530万元的三分之一。好，然后并且改成书面资料。好，还要加主决议啊？没有啊，动了就是照它解冻条件来。好，刚刚就是说，另外专案报告改成书面资料，提供书面资料，一样跟前面的一样，改成书面嘛，哈。书面资料，对。好。185。好。185还没有吧？185要吗？185要一起吗？也有個說明，那主决议啊，那主决议的部分、啊、跟这个没关系。主决议要不要讲一下？不是，那下一个段落。那我们哈，因为刚刚一轮哈，还是有些保留案哈，那我们先再稍微休息一下，沟通一下好吗？那我们休息个十分钟好吗？好，让大家稍微再沟通，哎。这家主决议对不起，国卫院的同仁在吗？国卫院的，是不是他审完就走了吗？国卫院的，赶快。
国卫院的同仁、院长跟执秘，好，在外面哈。
好，我们就继续开会，好，因为刚刚还有几个保留案，我们就来处理。有关成瘾委员一三四，好，中医药师的部分是不是有共识了？动六百，好，好，动六百万哈，好，接下来是一五二啊，刘建国委员的这个提案有没有共识？改组决议是不是？好。好，一五二改组决议哈。那一五三陈一鸣委员的委员一直不在，所以我们就不处理了。好，那再来一五四，一五四刚刚已经有跟部长讨论好了哈，三减五十万，好，减五十，好，那就我们就全数处理完了哈。哎，一六五还有吗？啊，来，好，来，会计长有事要说明一下。那个报告招委哈，因为今天我们的很多删减项目哈，啊，有的有提到说科目自行调整，啊，有的没有提到科目自行调整，那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回去能够方便作业？那只要是删减的部分的话，都让我们科目自行调整。这部分委员们有没有意见？好，让行政部门可以在删减项目上面，他们在科目上做调整，可以吗？如果可以，我们就让谢谢部里面这样处理啊。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就要处理主决议案了哈。主决议案里面有几项是有修改意见，所以要再宣读，如果其他的就不用逐一宣读。對對對，那等宣有修正有一六五、一六六跟一七六、一七八以及一八四有做议案修正案，哦，对不起，还有一九零，我们这部分宣读，其他我们就不做宣读。那待会儿请行政部门针对委员提出的主决议案有意见的，请上来说明，好不好？那现在先读有修正意见的部分，好，请一六五，没有，不是修正，不是，是等一下念，等一下，不是现在念，一六七开始，一六七。一六七啊，不是，那就是请他们有意见的就上来回答，就是、还是一样啊、哦？好好，来，那我们接就从一六七开始啊，一六七，一六五有修正，一六五有修正没意见嘛？因为我要确认他们有没有意见啊。好，我没看到内容。好，李佳了。好，李佳好，李基本来对，你是短部来对。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资料哈。主决议的部分是从一六五开始，那一六五有做一些文字的修正，或是我们现在就请行政部门确定没问题的，我就练就确认了一六五没问题，有修正文字啊，确跟委员确认了吗？有哈，好 ，OK， 有确认，好，那一六六也是有确认文字确认了，对不对？对，好，好，那再来是一六七，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就。啊，遵照办理，好，好，那再来是一六八，没意见，没意见，好，一六九，没意见，好，一六一七零，好，好，一七零，好，没问题，一七，好，一七二，好，又遵照办理，一七三，好，一七四，好，来一七五。遵照办理，一七六，一七六修正，有修正意见，有，好，文字跟委员确认了哈，好，有修正有修正，好，来再来是一七七，也遵照办理，好，一七八，有修正，有修正，对，好，对，这都跟委员确认，哎，那个燕秀委员的助理不见了，好，确认了哈，好，那再来一七九，刘建国委员的，已经请委员撤案了，是不是？一七九撤案了哈。好，来再来是一八零，一八零，没意见 ，OK， 好，一八一，一八一有没有意见？洪慈庸委员的建议，没意见，好，一八二也是洪委员的建议，没意见，好，一八三，啊，遵照办理，好，一八四有修改意见，哈，有确认了哈，修改意见。好，一八五，有确认过了，哎、欸，一八五没有，哎、欸，那个静怡、啊，林静怡委员，那个一八五有修正意见，你确认了吗？因为我们这边没拿到资料，有修正意见确认了哈。好，那你可不可以把那资料给我们？修正的意见确认，最后确认的文字给我们，修正的
上来了吗？我们没收到，等一下去。185哦。哦，新收的，中午以前没送到哈。好，修好。OK， 好，186。来，那个186是陈莹委员。对，有关于这个中药材那个查验的部分哈，我想我们做一下文字的修正啊，但是这个部分也请部长哈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因为这个要拜托部长以后要瞧一下经费哈。那个最后倒数第二行，原要求卫福部应于三年内逐年增编中药材边境及市售品中药材查验费用，便利提高中药边境查验比例到达30%。好，这个部分中医药师同意吗？好，但是就是那个，嗨，你们同意吗？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这个卫福部整个你们查验的这个费用，好的一个调整。好，因为最多啦，到30%，其实也只有三千万而已嘛，三千多万是不是？啊？没有，你刚刚跟我讲都要三千万啊。我说未来达到那个我要求的标准的时候，差不多花三千万而已嘛。我说这个在整个卫福部的预算里面，不是很多啊。好，我们就往这个目标努力啦，哈，三年内。好，谢谢。修正文字，有修，有对过了，那文字有给我们送上来了吗？还没。好，等一下186要再送文字哈。好，那再接下来是187，也是陈莹委员的提案，有没有？有意见，来。好，这个因为委员在上一次有提那个老福法，那当时哈有一个临时提案是请我们要再研议啦哈，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这个文字哈做一点调整，就是原此建请卫福部应检视并研议调整中央所有老人福利政策，那原住民老人年龄界定应统一列为55岁，我们这边就是检视并研议啦哈，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请委员同意？那后面哈，因为委员是要请我们函请各地方政府来推动这个相关的那个老人福利的这个措施哈，那我们是想说，因为他原来是写各地方政府的那个支社福单位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简化，就是函请各地方政府推动老人福利措施哈，那建议将原住民老人年龄统一设定为55岁哈，因为这个有中央跟地方的权限哈，是不是用？也有时候也会涉及到地方的一些经费的部分，他们要自己去做考量，那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文字？好，来，陈莹委员。那个我想各地的这个他们的福利措施很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你告诉我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做才会让这些乱象可以消失？不过可以改善，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有的时候他们地方会有一些首长哈，因为是民选的，他会有一些政见哈，那他也会需要去考虑相关的一些裁员跟经费，还有他们自己的因地制宜的相关的一些做法啦。所以中央比较，尤其是社会福利政策，在依照地方制度法，也是属于中央跟地方有一定的权限划分，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请委员，我们会发函，不过就是文字上面哈，我们这个也是参考原民会上一次发函给地方去做的时候。现在我们的差距只有一个字啦，就是说并
对啊，建议将原住民老人，我这边就是应将原住民老人。不过这个就是因为那样会有一点中央跟地方权限的一个问题啦，是不是可以请委员？那我们会发函。对，那如果建议之后，我们这些乱象还是一样的时候，我们再来找地方政府再来开会了解一下。第一个要收集地方政府他们到底有多少的福利措施在老人方面，那我们有初步去稍微归纳一下，如果是属于像津贴的大部分都已经做了哈，那现在长照 2.0 也把55岁的这个三元跟平原都纳进来了。所以你们现在到底有没有手边到底有没有，我们现在已经请地方政府在收集资料当中，这个因为上一次提案委员有提案嘛，那我们有发函请地方政府要把他们相关的措施哈列，我们现在在收集他们的资料当中。江海内，所以你们手边其实也没有太多，我现在在会诊资料当中，因为他们回来的资料会诊好，可能要再过下个礼拜，我看看我再催一下。是不是也可以恳请委员？因为这个我们是有在依照上一次的那个提案，这边有在做处理了。那先了解，再来找他们一起来谈。我不是很满意这样子啦，因为老夫法你们也不给，你们也不让步啦，然后一个主决议也是搞这个样子啊。你这样好不好？你建请英江这样子可以吗？好，建请英江。好，谢谢。对，就并函请各地方政府推动老人福利措施，建请英江啦。好，建请英江。好，英江文字是不是修正完，还是送过来给我们哈？好，已经有共识，就照这个刚刚的共识来处理哈。那接下来是，对不起哦，到1687了哈。那188没意见吗？刚陈曼妮委员说有跟大家讲好了，188，哎，谁的案？安宁缓和医疗推广，没问题吧？哎，大人没人恭维，喊一声没问题就喊一声，怎么没问题嘛？哈，好啦，我想说不要突然没声音。好，189也没问题。好，190没问题。191190是有文字修正。哦哦，对不起，190是有文字修正。好。啊，191是国卫院的，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哈。好，那192，哦，文字有修正是？好，好 ，OK， 那我们处理。哎，文字有修正，我们这边还没拿到的，请赶快补上来好不好？嘿，因为我们需要做确认哈。好，剩33案还没到是？好，对不起，刚刚有关这个预算里面改主决议的33案主决议还没过来，是在谁手上？是谁的案？33。他国卫院哦。嗯。也是国卫院的案子。是，哎，这国卫院的案子啊，你应该告诉我。我现在是针对刚刚33案预算案33案有关杨耀委员提到的这个国卫院的衔接及建立国际准则与奈米生技医药改成主决议，那主决议的文没过来，是啊，确定33案的部分，啊，对，啊，不是你们帮忙协助提啊，不是啊，好，好，那我们就一边宣读一边等他喽哈，因为我们需要他的资料递上来，我们才有办法处理哈。给我们2-3分钟处理一下这个
主决议案的部分，因为我们早上有宣布希望中午以前把主决议案都能够提早送到，但是还是有些漏掉，我们再稍微整理一下。那对于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我们等再来处理哈，因为这个现在还有一些提案的问题。好，
好，我们现在就继续开会哈。主席在这边先做一个报告哈，就是我们待会会尽量，如果处理完这个主决议宣读完之后，那我们明会继续针对基金的部分做宣读，那明天早上再处理。好，那有关非关基金的业务的同仁，明天就不用出席哈，就回去处理公务哈。那就是有关基金业务的，还是要来这个打算是辩护你自己的预算了哈。那另外就是再次宣告，因为这个有关卫福部的预算哈，我们已经很早就预告要收取的时间哈，截止的时间，那到昨天还有人在送案哈，所以我们是明天也不会接受任何的提案哈，所以要跟大家所有委员道歉哦，这真的。再处理下去，我们就永远处理不完。所以，如果各委员对于预算还有一些要提出的话，可能就要透过政党协商的时候预算的政党协商的时候再去处理哈，提党团的一个意见来做处理哈，这个一并做一个这个告知，然后大家可能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处理下去哈。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请宣读有关提案改为主决议哈，因为这个内容都是刚刚今天中午左右送过来哈，所以还有主决议文字有修正的一个书面，那我要请议事人员念摘要，那念完摘要哈就无异议就通过哈，那是不是现在就请议事人员来开始做宣读？那我先在宣读之前，如果有需要辩护的伙伴再留在现场，如果不需要，可能有些同仁可以回去办公的啦。我知道你们公务也太多了哈，所以可以回去公务人员有些公务单位可以回去哈。好，来。第五案，106年度卫生福利部新增重点科别培育公费生培育业务编列4705万元，但任期届满后的公费医师的留任率不到一成，原建请卫生福利部应广纳各界意见，并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第六案，卫生福利部于106年度公费生培育项下重点科别培育公费医师制度计划，编列4705万元，公费医师契约期满，留任在偏乡服务比例过低等问题，原请卫生福利部广纳各界意见，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完整计划书及配套措施。第七案，有鉴于原住民族离岛地区养成公费生培育计划，原先目的是为充实偏乡医疗人才，提升偏乡医疗品质而设立，为公费医生期满续留比例极低，原要求卫生福利部应就原住民族及离岛地区医师人员养成计划提出书面报告后，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第九案，卫生福利部106年度科技发展工作计有8项分支计划，预算数为9亿1160万1000元。该等预算由卫生福利部多个司处编列，是由科技发展组负责整合，但该组预算与人力在预算书中并未显见，整体科技发展工作仍有应检讨之处，请卫生福利部督促医药品查验中心106年需办理并有座谈会及公民审议会议，以利后续健保资源配置能充分考量民众之观点与需求，并于2个月内提送相关规划内容至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十七案，106年度卫生福利部预算科技发展工作健康医疗生计转亿临床推动计划，将补助费编列3亿2273万7000元。行政院对于生技产业之方案尚未经核准，如何执行这些计划令人担忧，请卫生福利部于2个月内提送各计划之计划书至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十九案，106年度卫生福利部于科技发展工作向下编列，配合行政院推动生技医药研发产业中心编列相关计划经费共3亿4630万9000元，部分新推动计划内容尚未确定，请卫生福利部于2个月内提送各计划之计划书至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后，同意免予送至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第21案，科技发展工作项下数位资讯医疗之推动与整合计划编列8082万5000元，建请卫福部持续加强推动，提供医疗院所及民众更便利查询就医资料，以整体提升医疗品质。第22案，106年度卫生福利部与科技发展工作项下，研拟如何建立 AAL 整体营运模式，一案编列400万元。然对于 AAL 之长远性目标仍不甚明，原此提案要求卫生福利部针对103年至今各年度 AAL 计划之进展说明。第31案，符合 PICS GMP 生物制剂厂营运规模，本年度预算编列1亿0744万2000元，因执行率应加强效益，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结预算，发挥最大预期效益。第32案，新颖标靶之创新药物研究与开发，本年度预算编列1亿1556万3000元，因执行率应加强效益，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结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36案，物质成瘾研究计划，本年度预算编列1804万6000元，因执行率应加强效益，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结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39案，医药卫生产品与技术研究，本年度预算编列3亿3738万5000元，因执行率应加强效益，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结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43案，全民健康保险管理，本年度预算编列414万8000元，因执行率应加强效益，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结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49案，我国51.1万名外裔外籍配偶，即使未就业亦不得加入国民年金保险，成为被保险人，现有为国民年金法之立法目的，建请卫生福利部积极检讨国民年金保险纳保资格，并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报告。第52案，国保自1997年10月开办之次月，每月基金或配资公益彩券，即不足以支应当月之中央政府应负担款项，要求卫生福利部提出健全国保财务永续经营计划，并研拟若征收1%之营业税对社会所带来之冲击及对政府或国保年金所带来之利益之政策影响评估报告，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第53案，106年度卫生福利部编列社会救助业务项下，督导办理各项救助预算8亿5238万6000元，鉴于目前各地方政府所提报之脱贫措施成效报告内容，并未就参与脱贫方案之后续脱贫情形予以追踪统计，亦未建立脱贫措施成效评估指标及相关统计，建请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提出具体策略作为说明等资料，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54案，卫生福利部社会救助业务计划补项下，补助直辖市各县市政府及国内团体办理串联弱势服务计划，编列3200万元。鉴于过去脱贫自立计划效果有限，在地社区实务拓展计划成效亦有待评估，请卫生福利部提出具体
撤禁作为说明，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五十六案，106年度卫生福利部社工及社区发展业务项下规划建立社会工作专业，共编列1,429,000元，为确保主管机关对于专业人员职业与否之掌握，并确保民众所接受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品质，原要求卫生福利部于3个月内研提社会工作专业精进规划报告，送至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五十七案，有鉴于卫生福利部为支持偏乡离岛之社会工作师完成继续教育积分，避免因课程资源不足影响离岛偏乡社会工作师完成继续教育积分及依法更新职业执照，原要求卫生福利部于3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送至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六十案，推展社区发展，本年度预算编列23,000元，因执行率应加强，要求准结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六十四案，卫生福利部办理公益劝募管理及委托办理稽核劝募活动款项使用情形等业务，现行公益劝募条例对捐款运用资讯揭露规范未整完善，为保障捐款人之权益，请卫生福利部应于106年预算审议通过后3个月内提出改善报告，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六十五案，106年度卫生福利部编列保护服务业务向下推展儿少保护及处遇辅导预算94,414,000元，推动性别暴力防治、家庭暴力保护等业务，若已通报案件数估显示能有众多家庭暴力之受害儿少未获相关保护，要求卫生福利部于2个月内研提家庭暴力防治及宣导计划，以书面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六十六案，政府组织改造后，卫生福利部业务庞大，现仅3名国会联络人，难以应付庞杂的国会联络事务，原建请卫生福利部持续检讨该部国会联络组编制人力配置，以提高国会联络之服务量能。第七十二案，针对中央研究院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与医院合作收集国人常见慢性疾病病人检体一事，请卫生福利部将人体生物资料库查核机制及实地访查纳入106年之重点办理项目。第七十三案，医政法规与医事人员及机构管理，本年度预算编列14,278,000元，因执行率应加强，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结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七十六案，卫生福利部应修改106年度医院评鉴基准，将护病比等人力项目保留，并纳入下一轮评鉴基准研修检讨，改善护病比之标准。第七十七案，有鉴于医院评鉴实地访查相关要求，造成若干医护人员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原建议卫生福利部需重新检视相关预算成果，并持续落实医院评鉴简化业务，但不得删减人力评鉴部分，减轻医护人员行政负担。第八十案，鉴于卫福部105年9月29日公告106年地区及区域医院评鉴基准中，将护病比外资医院能力项目予以删除，又护病比自104年度始纳入医院评鉴之重点条文，已请配合以持续性监测方式检讨改善护病比之标准，另于未来进行相关基准研修时，应邀集相关团体参与，以及提供匿名检举
专线管道，并保护检举人之权益。第八十三案，卫生福利部医疗替代役役男原额已逐年缩减，请卫生福利部提出医疗替代役运用情形，送本院卫生环境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备查。第八十六案，卫生福利部应结合各县市政府卫生局，协同医疗区网、医疗网区域网络，办理生命末期临终照护意愿征询相关训练课程，让医疗机构临床医护人员获得正确概念，以保障末期病人医疗品质。第八十七案，有鉴于健全医疗卫生体系为卫生福利部之重要工作业务，原建议卫生福利部需确实掌握相关委办计划之人力配置、办理进度及成果验收，落实病人安全与安宁缓和推广及医疗法人辅导等业务，以持续提升我国医疗品质。第九十二案，一百零六年度卫生福利部医政业务之分支计划，健全医疗卫生体系，查其业务之一的说明为办理建构整合性社区健康照护网络等，预算高达8865万9000元，为国内民众普遍对于分级医疗资源之利用的认知不足，卫生福利部应就建构整体性社区健康照护之规划，向本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第九十六案，卫福部应于计划结案后六个月内，提出开刀房内环境维护标准或指引等具体改善方案，以降低开刀房医护人员长期暴露于健康危害之风险。第九十九案，卫生福利部应将历次招商之成果简列和公布，筛选台湾重点具有全球优势之医疗领域进行重点招商，以避免资源浪费，请卫福部调整招商之标的，以更符合国家导向和台湾未来潜力发展方向。第一百零一案，卫生福利部一百零六年医政业务下编列共117,626,300元，其中分支计划医师人力培育训练编列8,6297,000元，其中存在着下列问题：一、近年来年轻医师猝死事件频传，医师超时工作的过劳问题层出不穷；二、依据台湾老年医学暨老年医学会登录具老年医学专科医师数共834位，对于老年人之照护远远不足，原要求卫福部应提供训练经费，由医院拟具整合医学照护计划、照护制度计划，培育医师强化老人医学及全人医疗之专业训练。第一百零八案，一百零六年度卫生福利部单位预算医政业务计划向下大陆地区旅费编列116,000元，为提升两岸紧急救治之运作效能，于年底前提出历年执行成效说明，送本院卫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备查。第一百一十一案，心理健康行政管理本年度预算编列1,574,800元，因执行率应加强效益，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计划、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结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一百一十三案，我国近年来毒品滥用问题以二三级毒品为主，且施用年龄年轻化，加上历年来矫正机关收容人中皆以毒品犯比例最高，导致监所人满为患，请卫生福利部检讨并扩编相关经费，以落实药瘾防治工作之推展，提升药瘾医疗涵盖率，降低毒品对国人身心健康之危害。第一百一十五案，
卫生福利部之国民心理健康计划中有关对国内团体之捐助编列20973000元，以补助精神病人权益保障等，请卫生福利部必将精神病人权益保障、精神疾病正确知识及反污名化等重点宣导事项确实纳入心理卫生教育内容。第116案，卫生福利部国民心理健康计划编列之奖补助费，其中关于社会福利津贴及计助科目编列8536000元，捐助对象为强制住院之精神病人，另关于龙发堂转出之精神病人，应持续的辅导并更积极的规划，以保障精神疾病严重病人之权益。第119案，卫生福利部106年度护理及健康照护业务分支计划长照十年计划2.0存在下列问题：2018年，台湾将正式迈入高龄社会，为台湾有关人口健康老化的面向上政府，并未提出有效的政策。虽小型机构法人化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已排除，但在实务上仍限制其不得迁移等事宜。对此，卫福部仍需强化政策沟通，原要求卫生福利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规划说明，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20案，106年度卫生福利部之分支计划长照十年计划2.0，该项业务经费，哇，计353亿，没有那么多，35亿3800万元，为因应我国长期照护需求及长照服务体系之整体规划，仍要求卫生福利部于2个月内研拟长照照管制度、护理机构评鉴及长照医师专业人力培训之整体规划书面报告，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21案，106年度卫生福利部之分支计划长照十年计划2.0，该项业务计列高达5亿8267万元之委办费，原要求卫生福利部应就照专规划及长照人力缺口，于2个月内提出详细计划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22案，要求卫生福利部应改善照顾管理专员个案量过高，于2个月内提出改进规划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23案，106年度卫生福利部工作计划项下长照十年计划2.0分支计划业务费之委办费，科目编列新台币6亿997万元，其中办理长照评估、人力培训及长照机构评鉴业务计划列2730万元，为依照长期照护服务法第39条第3项授权订定之法规命令如何规范，而该法规命令尚未制定，预算需求之仍混沌不明，原要求卫生福利部于2个月内提出办理一般护理之家评鉴计划，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25案，106年度卫生福利部编列护理及健康照护业务项下产后护理机构相关业务计1785万4000元，产后护理之家数量因少子化影响，国人重视母婴照护而逐年成长，原要求卫生福利部提出产后护理机构评鉴办理结果，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原要求卫生福利部于1个月内提出产后护理机构评鉴办理结果，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26案，病户比为重要医疗品质指标，卫生福利部编卫福部经费年年编，但医护比问题仍未获解决，原要求卫生福利部应于2个月内提出
说明及检讨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28案，民国58年至100年间，原住民及离岛地区医师人员养成计划之各类医师专业期满人员留任状态统计中，护理专业留任率为最低，且留任之平均服务年资最偏短，其中离岛护理人员之服务年资尤是。原要求卫生福利部针对偏乡护理人力培训之长远规划，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以因应未来高龄化社会之偏乡长者照顾需求。第133、106年度卫生福利部编列强化护理人力培育与提升专业智能预算3727万3000元，其中派员两人参加护理国际会议，编列预算编列276000元，为要求卫生福利部于 CNR 会议前一个月提供本席卫福部出席代表名单及具体行程规划，并于会议结束后一个月内提出报告。第131案，根据中华民国医师工会联合会统计，偏乡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原要求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针对原住民族及离岛地区提升医疗照护品质及在地养成公费生计划提出说明，送交立法院卫生环境及社会福利委员会。第132案，有鉴于原住民族地区地理环境特殊、照护员与医师人员不足、留任不易等问题，原要求卫生福利部针对原住民族地区医疗在地化提出具体计划，送交立法院卫生环境及社会福利委员会。第133案，中医药业务本年度预算5466万元，因执行率应加强效益，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结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135案，政府编列中医负责医师训练经费明显不足，请卫生福利部检讨经费资源之分配，并应与中医界加强沟通，检讨后续策进事宜。第136案，中药药事规划及中医药政策发展本年度编列预算648万7000元，执行率应加强效益，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结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137案，中药材主要来自境外，近90%来自大陆，应适时规划参与中医药国际会议，增进国际及两岸中医药科技交流与经验分享，了解国际间中医药规范及发展现况发展，以促台湾中药品质管理之竞争力。第139案，中药材主要来自境外，近90%来自大陆，适时规划，一模一样，应适时规划参与中医药国际会议，增进国际及两岸中医药科技交流与经验分享，了解国际间中医药规范及发展现况，以促台湾中药品质管理之竞争力。第142案，综合规划之政策规划本年度编列预算1634万7000元，因提出执行率应加强，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结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145万，综合规划有关管制考核本年度预算编列397万2000元，因提出执行率应加强，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结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146案，综合规划业务之政策推展本年度编列729万4000元，因提出执行率应加强，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确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149案，综合规划业务之卫生与社会福利统计及调查分析本年度预算
3871万1000元，因提出执行率应加强效益，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确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150案，原建议卫生福利部针对历年死因统计资料集资释出，重新检视，将国际疾病分类码回复未去识别化资料，且经资料安全验证后，至于政府开放资料及提供各界开发应用，并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第152案，有关卫生福利部106年国际卫生业务共计有4个分支计划，各分支计划均编列委办费，建议卫生福利部应委托办理各项计划时，确实落实监督与管理，以利在有限资源内发挥最大之效益。第156案，双边国际卫生合作与交流，本年度预算数1240万7000元，因提出执行率应加强，要求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实际利用计划，并准确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157案，区域性国际卫生合作交流，本年度预算编列519万8000元。因提出执行率应加强，要求主管机关准确预算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158案，卫生福利资讯业务本年度编列预算1亿1169万元，主管机关执行率应加强，应准确预算并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160案，卫生福利资讯业务之卫福行政资讯服务本年度编列预算2209万2000元，相关执行率应加强效益，要求主管机关准确预算发挥最大效益。第161案，医院营运辅导之业务费本年度编列预算823万2000元，主管机关应积极办理各部立医院医师人力与医师人力与环境与工作环境之改善作为。第165案，因近年来医疗科技发展迅速以及高龄化社会来临，卫福部应于3个月内检视现行规定，结合3C产品，以力加速我国远距医疗之未来发展。第166案，建请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中央健康保险署于106年深化加医群计划及推动区域整合计划，促进预防医学，落实转诊制度，并提升医疗品质与医病关系，以落实全民健康保险法，健全分级医疗制度。第176案，卫生福利部近期为宣导民众接种流行疫苗、流感疫苗，邀请部分地方首长拍摄代言广告，有滥用中央政府预算播送植入形象广告之嫌，要求福利部未来应以邀请专业人士拍摄宣导广告为宜。第178案，提案要求卫生福利部应于3个月内协调苗栗县政府，提出改善苗栗医疗资源匮乏之具体策略，并按季提出进度报告。同时，在该园区设立完成前，应协调大型教学医院协助人力、物力等资源进驻苗栗，以解决苗栗县之医疗需求。第184案，我国对于护理人力仅于医疗机构设置标准规定护床比，并无其他完整之保障机制，为改善护理人员工作条件，提升照护品质，卫生福利部应参酌先进国家标准，于4个月内检讨并研议护病比相关保障机制及具体修法草案建议，以改善护理人员劳动条件。第190案，长照1.0主要在于提供失能的照顾，长照十年计划2.0主要是增加提供有效的预防照护服务，为预防失能及延缓失智，原要求卫生福利部应积极推动预防及延缓失能各项服务及研究，尤其是偏乡离岛地区，卫福部应加强辅导，让社区长者都能乐龄生活，将低失能以
降低失能，以延长国人健康余命。还有，糟糕，这个没有数字。还没，还没。第二十六案还有一些补充。第二十六案，建请卫生福利部尽速规划于南台湾设置国卫院南部分院，纳入目前已设置之国家文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并积极投入南台湾民众关切的医药卫生议题的研究，且卫福部每年亦应编列相关经费，以使南部分院可以永续经营。第三十五案，106年度物质成瘾计划编列1804万6000元，国内药物滥用问题严重，该计划悉借由执行基础与新兴滥用药物研究、药瘾流行病学调查及专业医疗人力训练等措施，提升成瘾医疗品质。鉴于医疗处遇是防治物质成瘾重要方向，因此建请国家卫生研究院应针对国内物质成瘾现况及防治政策成效持续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言。第四十案，建请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应依照原规划，持续结合疾管署、环保署、地方县市政府防疫工作，依据中央与地方的第一线防治工作之需求，结合中央与地方政府防疫体系，采行第一线作战带领研发之策略，参照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防疫经验，以科学实证提供可行之防治技术与建言。第四十一案，建请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应依照原规划，持续结合疾管署、环保署、地方县市政府防疫工作，依据中央与地方的第一线防治工作之需求，结合中央与地方政府防疫体系，采行第一线作战带领研发之策略，参照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经验，以科学实证提供可行防疫技术与建言。第四十八案，106年度卫生福利部社会保险行政工作费用具体内容不明，欠缺效益评估，常年编列高额预算进行政策沟通，具体效益应重新评估，为避免腐烂编列，请卫生福利部于未来预算书清楚陈述经费用途，并具体评估政策沟通效益。第140案，中药品质与产业提升非常重要，卫生福利部应积极强化中药安全与品质管理机制，扩增中药检验剂品质管控品项，建立安全管制标准规范，强化进口中药材的把关，建立持续性、进阶性与制度化教育训练课程，检讨教育训练内涵，充实专业及经营管理教育训练深度与广度，培育中药产业专业人才，提升中药产业管理能力，健全法规环境，增加台湾中药产业与产品国际竞争力。第185案，为使乐生疗养院之单位预算编制合理反映业务，并符合公务预算补助之专款专用原则，原要求自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起，卫生福利部应就公务预算对乐生疗养院之补助，于单位预算书表内妥适表达经费编列情形，所属乐生疗养院应就卫生福利部公务预算补助经费，于附属单位预算书表内妥适表达经费编列情形，并落实专款专用，另减负上年度乐生园区整体发展计划公费病床换照护、汉生病巡回检诊及防治管理等业务执行明细资料。第187案，建请卫生福利部应检视并严厉调整中央所有老人福利政策，原住民老人年龄应统一列为55岁，并函请各地方政府推动老人福利措施，建请应将原住民老人年龄统一设定为55岁，消除老人福利制度原住民老人年龄不一致之乱象。还有，这个是
一九二。第192案，卫福部需深入检讨，并于106年度持续推动病历电子化政策，务必朝政策朝全医院医疗院所完全电子病历化目标前进，并于下年度向立法院提交执行成效报告。宣读完毕。还有第33案。生医产品法规及管理策略目标在于保障消费者安全，并减少消费者对于奈米科技疑虑，促进奈米生医产品之发展。相关研究计划已进行多年，是否持续研究之效益值得商榷？经费高额委办是否应回归国卫院自行研究为妥，是为妥当？本案同意改为主决议，主管机关应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具体内容与效益，并准结使用以发挥效益，有效发挥效益。第186案，卫生福利部单位预算编列546万6千元，负责中医药管理政策之规划、推动与相关法规之研拟，中医医事人员管理与医事人力发展政策之规划、推动及相关法规之研拟，集中药材其中1685万9千元，用于办理中药品质与产品提升及药品许可证展延、变更等审查，为卫福部104年4月药4月20日104年4月20日公告修正，应输入查验中药材之相关查验规定，一、输入药物边境抽查检验办法规定，输入中药材得按2%至50%抽查，迄今距50%上限标准仍有落差，原要求卫福部应于3年内逐年增编中药材边境及市售品查验费用，必力提高中药材边境查验比例达30%。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有关这个主决议的部分，我们行政部门有没有要没意见，我们就通过了。有提示错误的，我们有做修正，就是原来蒋委员提到的125刚宣读是125，是129，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做更正。好，没问题，我们就主决议的部分就全数通过哈。那我们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卫福部部本部的预算哈，业已审查完竣，提报院会处理，院会处理前需交党团协商哈。那我们这部分就做完整的处理了。接下来我们今天就再继续宣读哈，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卫福部附属的单位预算的部分这个非营利基金的部分及相关委员的提案，我们就宣读。那卫福部现在有空的话，就是跟委员们都做沟通。明天早上就是针对基金的部分，我们就进行整个的审查哈。所以先做委员的沟通。那现在我们请行政人员又来做宣读。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卫生福利部主管非营业基金一、作业基金一、医疗药品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303亿3799万元；二、业务总支出294亿3296万2千元；三、本期剩余9亿0502万8千元；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15亿6083万8千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补办预算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6730万5千元；二、管制药品
制药工厂作业基金一业务物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6亿3019万4000元，二业务总支出4亿6812万3000元，三本期剩余1亿6207万1000元，三结缴国库净额5000万元，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2亿7269万9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三全民健康保险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6108亿1720万7000元，二业务总支出6108亿1720万7000元，三本期剩余0元，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4230万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四国民年金保险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991亿6192万元，二业务总支出991亿6192万元，三本期剩余0元，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1亿3105万9000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二特别收入基金卫生福利特别收入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245亿3748万2000元，二基金用途250亿2154万3000元，三本期短处4亿8406万1000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继续宣读提案。第一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4577万5000元，减列400万元。第二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第三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业务成本与费用4亿6755万7000元，减列1/4，于冻结1/4。四委员杨耀等提案旅运费52万元，减列2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五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管制药品制药工厂厂房新建计整建工程计划1亿5411万8000元，减列400万元，于冻结1/10。第六案委员钟孔照等提案家庭医师整合照护计划15亿8000万元，冻结1/5。第七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保险成本呆账39亿0668万1000元，减列3亿元。第八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第九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投融资业务成本2亿2892万4000元，冻结1000万元。第十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4051万2000元，减列5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十一案委员王玉明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4051万2000元，冻结1000万元。第十二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4050万8000元，减列1000万元。第十三案委员钟孔照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4050万8000元，冻结400万元。第十四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第十五案委员王玉明等提案基金用途33亿3969万5000元，冻结3亿3396万9000元。第十六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奖励新扩建医疗机构贷款利息补助计划500万元，全数减列。第十七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提升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医疗服务品质计划10亿6142万5000元，减列1/10。第十八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提升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医疗服务品质计划10亿6142万5000元，减列1000万元，于冻结20/10。第十九案委员钟孔照等提案提升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医疗服务品质计划10亿6142万5000元，冻结2亿6142万5000元。第二十案委员陈怡民、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会费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捐助补助与奖助
100万元，冻结1/4第二十一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16亿2417万6千元，减列2000万元于冻结1/10。第二十二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16亿2417万6千元，减列1500万元。第二十三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16亿2417万6千元，减列500万元。第二十四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16亿2417万6千元，冻结1/4。第二十五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医疗事故处理品质提升计划4002万1千元，冻结400万2千元。第二十六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推广病人自主权立法计划800万元，冻结300万元。第二十七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办理中医医疗机构负责医师训练计划553万6千元，全数冻结。第二十八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中医医疗机构负责医师训练计划3500万元，全数冻结。第二十九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推动弱势族群医疗照护计划1亿3814万3千元，冻结6907万1千元。第三十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委托专业机构团体办理偏远地区及长照资源在地长期照护人员教育训练计划330万元，全数减列。第三十一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1亿3476万元，冻结1/4。第三十二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入住机构式服务设置计划107万元，减列10万元，冻结30万元。第三十三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一般行政管理计划912万7千元，全数冻结。第三十四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14亿7960万元，减列5000万元，于冻结1/10。第三十五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要害救济给付计划3882万5千元，减列882万5千元。第三十六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要害救济给付计划3882万5千元，减列250万元，于冻结20分之一。第三十七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一般行政管理计划2846万元，减列200万元。第三十八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旅运费1446万1千元，减列300万元，于冻结10分之一。第三十九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烟害防治计划15亿8657万4千元，减列1亿5千万元。第四十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烟害防治计划15亿8657万4千元，减列500万元，冻结10分之一。第四十一案，委员杨耀等提案旅运费212万7千元，减列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四十二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推动烟害防治相关业务参与国际会议等106万1千元，减列100万元。第四十三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9297万7千元，减列1000万元。第四十四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9297万7千元，减列1000万元。第四十五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专业服务费3亿0183万2千元，减列1亿元。第四十六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专业服务费3亿0183万2千元，冻结1/4。第四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委托专业机构办理烟害防治工作2亿1304万4千元，减列1304万4千元。第四十八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委托专业机构办理烟害防治工作2亿1304万4千元，减列3000万元，于冻结1/10。第四十九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办理子宫颈抹片检验品质提升计划350万元，全数减列。第五十一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药品替代烟服务6亿7903万6千元，减列2000万元。第五十案，刘建国委员等提案旅运费1209万8千元，减列500万元。第五十三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1亿5042万1千元，减列2000万元，于其余冻结10分之一。第五十四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
印刷装订与广告费1亿5042万1000元冻结1/4。第55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专业服务费15亿7910万8000元减列5000万元。第56案委员陈怡明、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专业服务费15亿7910万8000元冻结1/4。第57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46亿6758万元减列1/5。第58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46亿6758万元减列5000万元，其余冻结5000万元。第59案委员陈怡明、王玉敏、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46亿6758万元冻结1/4。第63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补助地方卫生保健工作2亿7000万元减列9000万元。第61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推动国民营养与健康饮食工作160万元减列10万元冻结50万元。第62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补助奖励慰问照护与救济545万减列1/2。第63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办理经济弱势生殖健康服务方案300万元减列50万元冻结50万元。第64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办理经济弱势生殖健康服务方案30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65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推动国民营养与健康饮食工作9850万3000元减列500万元冻其余冻结1/10。第66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推动国民营养与健康饮食工作9850万3000元冻结900万元。第67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炎症防治工作37亿7193万6000元减列2亿5200万元。第68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推动主要炎症筛检23亿5111万6000元减列3000万元，其余冻结6000万元。第69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推动主要炎症筛检23亿5111万6000元减列500万元冻结3000万元。第70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推动主要炎症筛检 HPV 疫苗2亿5200万元冻结2亿元。第71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推动主要炎症筛检 HPV 疫苛2亿5200万元冻结1/2。第72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314万4000元减列100万元。第73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专业服务费657万元减列200万元。第74案委员陈怡明、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用品消耗19亿7189万2000元冻结1/4。第75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购置无形资产550万减列200万元。第76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2亿8991万3000元减列2000万元。第77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食品安全保护计划1200万减列300万。第78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食品安全保护计划1200万减列3300万。第79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食品安全保护计划服务费用97万元全数冻结。第80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基金用途46亿3119万元减列10亿元冻结6亿元。第81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服务费用4亿5939万元冻结5000万元。第82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社会福利服务计划16亿4120万6000元减列1000万元冻结2000万元。第83案委员陈怡明、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福利服务计划3亿1359万9000元冻结1/4。第84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公彩回馈推展社福计划3亿4682万2000元冻结5000万元。第85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12亿6188万9000元减列2亿元冻结2亿元。第86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12亿6188万9000元减列500万元，其余冻结1000万元。第87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12亿6188万9000元冻结1/4。第88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均衡长照服务促进计划1亿8500万元冻结1/4。第89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失智症社区服务发展计划3900万元冻结2000万元。第93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强化长照机构服务及品质提升计划2148万4000元冻结1/4。
第91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委托专业机构团体办理强化长照机构服务及品质提升计划170万，冻结150万。第92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培训住宿式长照机构业务负责人计划60万元，全数冻结。第93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长照机构教学补助及培训长照专业人员计划180万，冻结100万。第93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长照机构之长照专业人力500万元，冻结250万元。第95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长照机构之长照专业人力500万，冻结100万。第96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缓和失能创新服务计划1亿9351万6000元，冻结1/4。第97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1亿9243万1000元，冻结1亿元。第98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长期照顾整体资源精进计划12亿元，冻结1/4。第99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社会福利基金长期照顾整体资源精进计划12亿元，冻结1亿2000万元。第100案吴坤玉委员等提案，长期照顾整体资源精进计划12亿元，冻结6000万元。补宣读第50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费11亿5757万元，减列5000万元，于冻结1/10。第101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450万元，全数减列。第102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日照交通接送服务2385万5000元，减列400万元。第103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偏乡量能提升计划8065万8000元，冻结800万元。第104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增进社区式照顾服务量能3亿4583万1000元，冻结1729万2000元。第105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增进机构式照顾服务量能6136万8000元，减列1000万元。第106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增进机能式照顾服务量能6136万8000元，冻结306万9000元。第107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暴力防治三级预防计划1亿9311万4000元，减列2000万元，于冻结3000万元。第108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暴力防治三级预防计划1亿9311万4000元，冻结2000万元。第109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办理113保护专线集中接线服务业务3900万元，减列300万元。第110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会费捐助补助分摊护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捐助补助与奖助1亿1503万1000元，冻结1/4。第111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均衡长照服务促进计划3亿2510万7000元，冻结1/4。第112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强化长照机构服务及品质提升计划4056万6000元，冻结1/4。第113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专业服务费534万元，减列40万元。第114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培训住宿式长照机构业务负责人计划60万元，全数冻结。第115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长照机构之长照专业人力1300万元，冻结650万元。第116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缓和失能创新服务计划13亿1931万4000元，冻结1/4。第117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长期照顾整体资源精进计划28亿元，冻结50万元。第118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委托专业机构团体办理增进长期照顾服务量能等700万元，减列100万元，冻结100万元。第119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捐助补助与奖助27亿8187万2000元，减列5000万元。第120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充实人力资源偏乡量能提升计划1亿
8852万元，冻结5000万元。第121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充实人力资源5120万5000元，减列10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122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偏乡量能提升计划1亿3731万5000元，冻结1300万元。第123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第124案，委员陈颖等提案。第125、126、127、128、129案均为委员杨耀等提案。第130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第131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宣读完毕。好，谢谢宣读哈。我们针对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卫生福利部非盈利基金预算案，那我们刚所有提案都做了宣读，那我们明天继续审查。那今天会议到这边告一段落，好，那我们现在休息。那各部卫福部各需要基金沟通的，赶快沟通。明天我们可以一开始9点就会进入这个每一案的讨论，哈，主案的讨论，哈，所以明天应该速度会更快一点。如果你们协调沟通的有共识的话，嘿，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到这边休息哈。